放眼望去，娱乐圈中喜欢晒恩爱的明星不在少数，但一向低调的陈豪都加入这个行列，还真是让粉丝们吓了一跳。16日才到多伦多与爱妻陈英美会合的陈豪与家人一同在老婆豪宅中休息一晚后，今天一早就耐不住寂寞，夫妻双双把街逛，由大度陈英美亲自当司机，一大方让等候已久的众多传媒一路相随。而小别胜新婚的陈豪与陈英美甜蜜自是不用多说，下了车及十指紧扣，难舍难分，令打扰他们享受二人世界的周围传媒也是一脸笑意，毫不介意。好，打车嘛，太太，咁揸车，打车，等住，去边啊？两位而家？我哋带你去。入边都系仔定女嚟噶？系咪仔仔嚟噶？话俾你听。系咪知道咗噶啦？你小心，小心啊，小心。系咪知道咗性别噶啦，子嘅？系咪迟啲会宣布 B B 系嘅性别啊？有报道话你哋会翻嚟会宣布。系。阿摩系咪会陪阿太太去做产检啊？去喺 North York 嗰间 General Hospital 度做，即系出嚟。随后，二人与同行的陈豪哥哥及陈英美弟弟一同到一间意大利餐厅用餐，酒足饭饱后，小两口再次回归单独行动。时尚的造型让两人俨然将马路走出了 T 台的效果。已怀孕3个月的陈英美虽然刻意身着宽松裙装，可仍见腹部明显隆起，喂饱完全，准妈妈脚上也是平底鞋示人。陈豪对爱妻更是一刻都不放手，紧牵老婆前往为明日的婚宴打造全新形象。您看陈英美再度现身时一脸的灿烂笑容，小编不得不说，这对双喜临门的小夫妻真是让我们又相信爱情了。